什么是希望？每个人都有希望。我是爸爸妈妈的希望，让我开启他们未来的道路。我是老师的希望，让我考上理想的大学。我是朋友们的希望，让我在他们需要帮助时帮助。我是动物的希望，让我好好保护他们。我也有希望，就是我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。